谁开啊？嘉伦开吧，嘉伦老开车。OK。如果我到了那个最后一个人之前稍微慢了一点的话，稍微慢一点没关系，没事啊。对对对 ，OK。各位老师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随时可以按喇叭。Okay. 我们开始了，开始了是吧？嗯。Go go go。先把声音传过去，告诉他们我们是谁。开始了啊 ！OK OK。开始走了啊，朋友们！走。开始了啊！走了啊，朋友们！车近一点，车近。车近一点，车近。不能伸出去，伸。贴近一点，贴近。有人。能听出来吗？是 B。有人能听出来吗？就是 B， 是 B。我觉得一首歌都没听出来，就是 B， 就是 B，、啊、就是 B。跑调的歌，跑调的歌，对，是吗？对，对，能听出这首歌就是跑调的。是，我怎么连首歌都没听？我就听着，能听出来吗？是，就是，对，它只是尾音，它只是尾音往下掉嘛。不是，不是，完全听不出来。不是，我完全听不出来是一首歌。再来一次，你别说话。能听出来吗？我完全听不出来是一首歌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D 或 C， 这是不可能，不可能。D 已经不是了，不可能，对吧？它不是噪音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完全没有听出来，你听出来是一首歌了？是一首歌。你不能因为你压的多，你就听出来是一首歌了？是一首歌，真是一首歌。不对，完全不是一首歌，绝对是这。你又没有，你别跟着犟了，行不行？也许我们还可以分享给你点，你帮着我们点呗。有你这话，那肯定是我也听出来了，那变调的那个味儿。就是啊，对，我也觉得有可能是 B。哦，不好说呀，但 D 肯定不是了嘛。对, 对 ，D 肯定不对了。A 也不是了嘛。A 也傻了。我在我那个位置听，一直都是一个音节。对，你看，所以 B 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还能听出是那首歌来 ，C 就已经听不出是那首歌了。C。我听不出来了，我觉得是 C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赢中国好声音的可能性很大，我根本无所谓。咱们听录音吧，好不好？中国好声音，你没听？导师败给了我们。你先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他真的是单音节的连不上。你俩这样容易更尴尬，我先跟你俩。不可能，确实跑调了。他就是、啊，不是。没有，我刚问了导演，意思是说你只要还能听出这首歌，能听出来，他就是 B。绝对不可能，这么一圈人里面，可能只有你们俩能听出来这一首歌。真的是 C？ 不可能。
我觉得是 C。 不可能不可能，就是 B。 是 C。 就是 B， 就是 B。 真的是 C。 是 C。 是 C。 啊啊，这就是那首歌。再这样就打起来了，快点吧。